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啊？他上来他也没有放任何的 signboard， 就直接在这边这样子，他的席面没有干。我刚刚跟我老婆刚刚掉下去，在无人大牌628B Ring Road 这边，我想问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可以这样子的吗？没有安排任何一个人摩托拜上来，怎样不跌倒呢？这个是那个 entrance 上来的，这个斜梯一上来就是这样子了，到底要怎样才可以不跌倒呢？没有人顾这个地方，你看这辆摩托如果它下来没有注意也会不会跌上来，更不用讲根本看不到的这个死角的地方，这种就是他们的工作咩？没有任何一个人顾。这就是我老婆的脚啊，掉下去，我的裤子也是，我的手也是啊。我老婆现在还怀孕，可以这样子做事情了没？他别弄了。Thank you.